台长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是还情债，大概是要念多少章才能还完呢？有的念了，还情债有两种的，一种是人家欠人家的财，又欠钱又欠人家的色，那么很多女孩子跟男孩子两个人啊，花了一大笔钱，然后呢感情上开始好得不得了，一两年当中把他打得一塌糊涂，最后离掉了，那么这种叫快速的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慢慢的还的，因为上辈子呢也是你这么欺负他的，所以这辈子呢他也是慢慢的在欺负你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小房子拼命的念可以缩短时间，但是并不是说可以取消这个时间，听得懂吗？明白。好了好了，明白。我已经把时间都告诉你了，你就不能忍耐啊，你这个。